大家好，我是 Fred。 在之前的 Dribble 成功的众筹之后，我们在世界各地得到许多人的支持。在这过程当中呢，其实我们发现很多人对于咖啡事实上它都是一知半解的，于是我们开始有个新的计划，叫做咖啡路，结合咖啡师跟设计师，用最简单的方式带你认识精品咖啡的世界。精品咖啡手冲的过程当中，水温、水分比跟水流是很关键的。我们特别花了半年的时间设计了一套器材，带你用专业又方便的方式开始冲煮咖啡。咖啡路里的双层杯是专为挂耳咖啡包所设计的，搭配专用的吸口壶，可以让你以稳定的水流冲煮咖啡，然后只需注水直到杯身上的刻痕，便是一杯标准水量的精品咖啡。我们的设计让你用简单却又更专业的方式开始享用它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am 陈豪生，我来自马来西亚，目前住在苗栗。这一次咖啡路呢，我们将咖啡分成了三个不同的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属于大产区，让大家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咖啡不同的风味轮廓。第二个阶段是属于庄园豆，每一款庄园豆里面都会有庄园主他本身的想法，不同的处理方式、种植方式跟使用的品种都会影响到豆子它本身的风味。第三阶段是市面上比较稀有的咖啡豆，我们准备像是 EG 90 Plus 和冠军生豆商供应的豆子，满足咖啡爱好者想要尝试的风味。Or is it time to connect communities to other quality? We built the international coffee laboratory of our dreams. 所有的咖啡都会经过我们的精心烘焙，带你循序渐进的品尝精品咖啡世界里的各种香气与滋味。Sam 是从一直以来，我是看着他花了很多时间在钻研咖啡这件事情，这个是我的见证啊。他真是一直走来就是非常的努力寻找咖啡，他为什么有这么特殊甜美的香气跟甜味。我们需要你的支持，和我们一起踏上咖啡的旅程。对你来说，咖啡是什么？对我来说，咖啡就是生活。